你又买了什么？博客来。整天买博客来。因为我们家现在有那个书墙啊，然后那个书就是时不时需要换新，所以这个算是我们书墙的自装费。我们的书有非常多都还被你藏在卧榻下面。书这种东西就是像那一首歌讲的 ，Never enough。Never enough, never, never。没开嗓。我觉得我很羡慕以前的爸妈，因为以前的爸妈可以打小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今天送豆哥去上课啊，然后出门前你不是就发现他的衣服上面脏掉，因为他刷牙，所以有点白白白白。所以我就叫他说你要不要先去换一下上衣，然后你再出门。嗯，对，然后他就说他不要。他就觉得没关系，我就是要穿这一件。对，他坚持比较快。对，那就快到学校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他衣服，就发现才发现到说他有牙膏渍在上面。然后那时候说，你看你那衣服真的很脏，就这样白白的。然后结果他就自己往下面看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他说开始尖叫，我要回家换。我们在校门口跟他弄了20分钟半小时。有20分钟。二十分钟，有这么久吗？两个老师都出来支援了，请支援抓小孩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坚持是对的，就是他，反正他当时候在家里面，我们叫他换，他自己做这个决定，他就要承受这个后果。对啊，我先跟你讲了，所以我们坚持就是。对，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我已经有在家里先跟你讲过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这个点上面跟他讲说好，我们回家换，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在家里先提醒你说要不要换衣服，你自己说不要，那我们出来了，你现在这样子，那我需要你知道说这就是你说不要的后果。所以我很羡慕以前的爸妈可以直接要。我要买了什么书呢？我买了这一本非常适合放在我书墙上的一本书，是不是很有文青的感觉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日本导演四之愈合，算是他写给那个他长期合作的女星树木希林的书。四之愈合啊，他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日本导演，不是，他是我最喜欢的日本导演。他的电影基本上我都有看过，大部分的。反正他的电影呢，就是很有日本的空气感，然后都是在讲家庭，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哇，人生真的很难。可是他又把它拍得很漂亮。就是很有日本的美感美学，然后还有我们之前在 Netflix 上面看的，不是有一个艺妓一起住在一起，然后有人在煮饭的，是那个日剧也是他导演的。对，然后之前有观众看我们的日本影片，然后就是说看我们的影片会让他想到四之愈合的电影，我就觉得我们观众实在是太有 sense 了。之后如果四之愈合的东西，我都要收起来。真的假的？全部都是字哎。全部都是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，全部都是字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之前不是录那个新家最满意那支影片吗？然后你就问我说，为什么我没有说书房是我最满意的地方？对。我后来想一想，我觉得是因为书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可是也是我最难满意的地方。最难满意的地方，因为我刚开始进来这个空间是要让你坐下来读书的嘛。对。然后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缺了一个可以坐的地方。最刚开始你去淘宝找了这一个 bean bag， 然后它很难坐，它完全没有存低。它现在有了，因为它现在里面的豆子松软掉了，现在有了。然后它重点是没有弹性，它是没有弹性，所以后来我就到处去找，终于找到这一颗 Muji 这一颗，这一颗真的是蛮好做的。我们已经换了2次套子了，上一颗是皮肤色的，对，它是新的。我们那天在 Muji 看到它绿色跟黄色，我也觉得好像蛮适合。你应该可以去买那个绿色，就会跟你的 speaker 搭。你直接破我梗。这一支影片算是我自肥的影片，我这一支是一个这个区域的设备升级，你直接破我梗了，没差。然后这个 big bag 之后呢，我又坐一阵子，又觉得说好像这个空间需要有两个位置可以坐，这样我跟豆哥可以一人一个。我后来在玉龙城的 cafe 里面坐到这个是露营椅，它是野外的露营椅。然后之前豆哥去上直排轮课的时候，他因为是在公园，然后要在旁边等他一个小时，我想说我也可以拿这个椅子去坐，然后这椅子很好坐，我觉得还蛮适合在室内就是看书的时候，因为他手就是跪了这样子，宽度刚刚好。可
可是说真的，每个人坐下来都会有点害怕，大家坐下去都会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垮。我觉得我知道我为什么会不害怕，因为我是瘦子。很烦，不要攻击胖子。我觉得这一个还蛮适合放室内的，因为它是个户外椅子，可是放室内感觉有一个很潮的反差感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怎样都好。然后呢，两个椅子之后呢，我又觉得说我在这边看书用电脑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放咖啡，就是少了一个边桌。这个就是你买的哦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哦，这个是你买的。这个我买呢，是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之前在这边录 podcast， 对，然后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夹那个麦克风，对，那个麦克风要夹的问题也是你提出的。其实我是骗你，就是想要让我可以有一个边桌，喝咖啡的时候有地方可以放，然后这边可以放书啊，上面可以放书啊，舒服。其实我们也有想要再买一个，然后就是放在我们玄关那边给人家当穿鞋椅。我觉得需要再两个。啊，再两个吗？我觉得现在好像需要再两个。为什么要两个？现在桌子跟椅子都有，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看书的时候需要什么？看书的时候需要听音乐，对不对？你问题真的很多。然后我们家播音乐的地方啊，就是前面那个 cell bar 有没有？从那边播到我这边要听得见，我会转太大声，然后就被念为什么音乐要播这么大声。我后来就发现说，这个空间其实还差一个 speaker。我这边念很久，然后就说啊，你不需要这么多的音响。真的，不是说这个空间需要一个音响，是你需要一个音响，不是说这个空间需要它。它这个空间就是我的啊，我的需求等于就是这个空间的需求啊。不管啊，反正这个空间呢，就是缺一个音响。欢迎，欢迎。哦耶，这个空间就是缺少一个 speaker。你会不会太开心？会。父亲节还没到哎。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这个空间缺少一个 speaker， 所以这个 camp 合作来的时候我超开心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空间就算不缺 speaker， 它来了你还是会应接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个品牌，我们在刚房子刚买的时候，我们在看 speaker， 我就有去看过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不会让我买。环绕音响，看电视的剧院是看电视的剧院，然后我如果要独立买一个听歌的音响，你是不会理我的。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很想要理你啊。所以人定胜天，只要你心里面一直想一直想，你的愿望就是会实现的。等一下，我需要 pull here。好啊，真的很不会耶我。平常这种东西都是我来弄，你要不要我弄算了？你来拍啦，你来拍啦。我要开，我要开。这里面应该是 ，OK， 这里面是线。交给我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最讨厌看到你这样子拆法。遥控器非常有质感 ，Lift from side。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先拆一颗来看看哦。这个我有先跟你讨论哦，适合这个空间的应该是绿色没有错。It's like meeting my baby for the first time。好好看啊，这个，你看这个布面的边边。你等一下，你把两颗全部拆起来，给它一个完美的 B roll 好吗？好好好。它这布面蛮好看的。我跟你说，就很好看，这根本就是名牌啊！你不觉得它有一个名牌感吗？是不是可以多来几颗？是不是可以多来几颗？哦，好好看哦！等一下，你之前一直跟我讲说你要一个 speaker 可以让你唱歌的，这个可以就可以让你唱歌吗？这一台可以唱歌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它可以插 aux 3.5mm。我觉得女生大概开 Chanel 或是 Hermes 包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？你们那比较贵啊。不要做这么猥亵的动作。
有味道，还有一个名牌的味道。它的颜色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颜色选的不错，真的是蛮搭这边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它每个颜色都蛮好看的，它的红色也是好看的红色，蓝色我也喜欢。有空间可以摆的话，我愿意让它多来几颗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你要在这里唱歌咯？我主要是要听歌跟冥想啦。这个空间是我的一个 chitaya， 你知道吗？太兴奋，有点忘记讲名字。这两颗呢是 Kev 的 LSX2， 先来测试一下音效如何，之后排线再交给豆妈。它这一台我应该主要都会用无线的方式播放，不过你们看一下后面，它有线的方式还是有很多个接法，它有光纤 USB， 然后这个 AUX 3.5 类比，这个是假如你有在买一颗重低音的话是接这个洞。然后你一般电视 HDMI 它也可以接，那最后这边这两个孔，这个一个是网路线，可以让你直接接网路线，然后这一条线呢是让你直接连到另外那一颗 speaker， 就变成是一个两颗 speaker 是有线连接。那这样接的话，你可以达到它的最高音效是24 bit， 384 kHz。 哎呦，好危险。 Bookshelf speaker。这种高级的喇叭真的就是不一样，它那个吉他的声音呢，吉他的弦拉起来之后，它会有一个噔，就是一整个拉起来放开，再慢慢松开的声音，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听到，而且要完全符合我的需求，就是我晚上可能要听歌，不能开这么大声，我可以很近的在它旁边，然后听到这些很细微的声音。哦，要人声出来。Welcome me。哦。差很多，有差，真的有差。这首歌啊，你用好的音响播出来，它会感觉很像是你很口渴的时候突然灌一口可乐，就是很顺。对，因为你这首歌你之前播了很多次，然后我有一次我听到就觉得哇好漂亮的声音、然后之后你再试各种的音响我都没有再听到过，这一次这样播出来有那个震撼感，很顺，还蛮好听的， silky。然后它这一颗出来，那个有那种 boom boom 的那种感觉，就有点类似车子马达，有时候 boom boom， 对，车子马达有时候很 powerful 的时候，不是就会那种吱吱的那种大家最喜欢听的那种声音，它有那个 power。对，它有 power， 可是当你把它音量转小，然后听一些轻音乐的时候，在它旁边，它是另外一种感觉，所以它的 range 就是从小到大都非常的舒服。我之前一直觉得 Cap 他们家的喇叭跟其他的喇叭长得不太一样，我后来才发现是说其他家的喇叭很长时候会出现两个单体，一个是高音，一个是中音低音，可是他们家的呢，他们这个叫做他们的专利 UniQ， 这台是12代 UniQ 12代，他们是说这样子做不同的音频高音跟低音比较不会互相干扰，然后呢不同音频到达你耳朵的时间会是一样的，然后它还可以让整个最佳听觉的区域变得更广。我刚刚站在这边播歌啊，然后因为我有 WiFi 嘛，我 AirPlay， 所以我可以切不同的 speaker。我们现在这边有三台 speaker， 那我刚刚听了一下，这一台播出来啊，那个人声啊，真的很像是有一个人站在这边唱歌给你听，就是那个人声的扎实度非常的有，它就是人就是站在这里。然后我切去另外那一台的时候，就真的听得出来是 speaker 播出来的声音 ，speaker。然后这里有一些有点像人，那个感觉是差蛮多的。你好烦哦，谁家里可以这样子切换音乐啊？我。
你今天还没慢跑哎、欸，看这个这么高级的跑道，要不要跑一圈？现在中午哎、欸，中午了，很晒，我会晕倒吧？我帮你扇风啊，你要不要跑一圈？往后，往前，舌头不用出来，往后，为什么舌头要出来？舌头不用出来。家老阿伯豆干，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是这样子，超多人排队，只有平日，只有平日可以直接走进去。你想要吃豆干？然后我们是很意外的在豆干店的斜对面找到这一家还不错吃的披萨，这是我们现在都会来吃的披萨店。像饼干一样，嗯。哎，你们到底是有没有解开任何一个啊？没有。有没有解开任何一个？两个都没有解开。懂懂。玩这个积木是不是比手机好玩？对不对？这是以前小朋友的玩具，是不是比现在的好玩？对不对？你的防蚊液是不是没有用啊？你这是香茅味的，你这涂完之后好像从台菜变成泰国菜而已，好痒哦。大溪这边真的是我们最喜欢周末来杀时间的地方，整个桃园我最喜欢这里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吧。没有啊，这边很 chill 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树很多吧，然后又有风景，所以我每次来这边就会有一种身心灵放松的感觉。今天我们主要是来买鸡爪的，其实鸡爪的，因为我好馋哦。这人减肥减到嘴巴很惨，对，所以要特别来大溪吃鸡爪，跑超远来大溪就是为了这个凤爪。你知道买七盒带去澳洲吗？你要带上飞机吗？这不能带，你有查过？你查这个干嘛 ？Why？今天晚上因为豆妈带豆哥去上课，所以晚餐要交给我来处理。是说他料都已经备好了，我只是把东西丢进去拉拉的而已。豆哥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很喜欢吃红酱，他红酱可以吃超多的。我一般会把绞肉跟蔬菜分开炒，因为绞肉它要炒到它油出来，然后有点上色。那你如果蔬菜进去的话，它水太多，那个绞肉就没办法上色。这个是我在食谱上学到的，就是炒一下番茄，让它有点焦化，把它炒到有点黑掉，这样会有点焦糖的感觉。还有一种国家不行加太多起司，那个是披萨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意大利啊，意大利啊。哦，意大利，意大利不行加太多起司。我们知道意大利的披萨上面都不会有很多起司，因为那个顾客都会很生气。对，我把他整颗牙齿拔掉了。Uh-huh. 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平时真的是一个很省吃俭用的人。好了，我很不想要吐你槽，可是你柜子里面真的有很多件新的裤子，你自己不穿。我不是一个很常会有奢侈品的人。这个空间啊，周末的时候我跟豆哥就是很常就泡在这边，所以现在有这个升级，真的是我觉得很棒。那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说，这里。真的很乱，我书太多了。真的很乱，我每天看到我都觉得很崩溃。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这边原本后面是要再做一个书架，你自己要自己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时间。那如果书架做起来之后，我这些书就可以放进去，我就多一个 space 可以使用。
这是我书房的下一个升级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颗这么的好看了。嗯，为什么？我们那天不是给人家念错吗？我们说 Michael Johnny， 人家是 Michael Young。是。Michael Young 是一个英国人，他是一个英国的工业设计师，然后他的工作室是在香港，他有点像是Philip Stock， 就是那种知名的工业设计师。Uh-huh. 然后我们这一颗是橄榄绿啊，它外面这一块布，它是丹麦的纺织厂，它叫做 Kadrat， 很难念 ，Kadrat， 高级品牌。他们如果需要纺织物的话，都会去找他们的布料，所以这个名牌感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它这一颗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。它其实真的是很多细节在里面，你看它的中间那边也有一点点红色、嗯、为了去呼应它下面的底座，然后还有搭配那个玫瑰金，然后在这个绿、是真的蛮好看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坐的位置不是听歌最好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应该要坐在前面，我们是因为拍摄所以坐在这么奇怪的地方。你这样子啊、你这个 space， 你这个书房永远不会要变成你的工作室就不会了，他是吃他牙现在。你这几天不是一直在狂唱歌？对啊，我就是为了准备迎接这一台的到来，所以我一直在开嗓。你是真心觉得音效很好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好吓到，我想说你刚刚是真的是 K 房 quality 的，超过 K 房 quality 好不好？K 房的音响绝对没有这么高级。我之前真的是想要换喇叭，换到是差点跟你们吵起来。不是差点跟我吵起来，吵过很多次了吧？你都不了解我的痛苦。我剪片之余，我需要舒压，不然一直剪片，一直剪片，会剪出病来。全都是泡沫积成的幻化。音效真的很好，只要接了这个喇叭音响之后，所有人都可以唱 Bruno Mars。我也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可惜了没。